第二场第三天，说我为什么喜欢他吗？因为有一次拍戏，第二场第三镜第一次开始。你别跟着我了，行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他台词应该是因为我不喜欢你，不是因为我喜欢你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导演。第二场第三镜第二次开始。你别跟着我了，行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他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别跟着我了，行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你啊。OK， 这条很好，你们俩稍微休息一下吧，好吧？谢谢导演。今天拍戏。这么简单的词，你怎么老是出错呀？因为我喜欢你，才是我心里想说的呀。因为我喜欢你啊。